刚刚不是喊得挺起劲儿的吗？别停啊，继续。我让你继续。燕子啊，看见没有？女班长的不赖啊。你呢？我让你继续喊。他们说话。你们去，继续。哼，没见过女的吗你？全机关就我一个女干部，你俩在这大喊大叫的什么意思？报告。有感而发。这是抒发感慨的地方吗？报告，我们也不想。但是要服从命令。谁的命令？艾斯玛，这是